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雄雄哥。哎，来九九练习法，打个三局啊。那我们的球友 Kevin 啊，他买了一个豪杆 HB 系列，他请我帮他测试一下，推到了。好，第一颗自由球。点拉一下，轻轻的，第一杆送出去，六号球做有点角度。推杆，下一点右塞，中杆两颗星，力量大变三颗星了。好，看一下 ，OK， 没问题。再测试两局，这个球形一做二，一做二是小关键。好，从这里来，低杆左塞，还好，点一下就好了。固定中杆，顿推，做底带，两颗星，啊，角度尴尬了。好，做小面，好，第三局。三号球的话，不是三八碰就是三四碰。好，这球可以打，就不用自由球了。右塞旋转直，哎呦，这个球旋转直不够，放轻功，留在洞口附近。好，从这里出来，打薄一点，高杆一点点右塞，
看一下，下低杆做中带，好，轻推，放楼。下低杆，操控不错，能不能双洗？角度不够。好，那这支球杆是豪杆的 HD 系列啊。那我们的球友 Kevin 请我帮他试啊，那这个试一下三局啊，操控蛮 OK 的。那也很久没有打这个九号球了。好，那最近都在忙这个一些事务啊。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工的事物，所以最近稍微有点忙一点点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非常感谢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这个撞球总会啊。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哈，那我们的新的会长是赵峰邦。那最近的确是有一些交接啊，还有一些事情啊，那我们需要协助啊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熊哥撞球教室。试了三局的九九练习法，好，希望您会喜欢，一样保重平安。